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漂亮的舞蹈群，那就是我们的 GS 来自槟城哈。那今天晚上呢，非常感谢我们的荣华娱乐制作，在他的安排邀请，我才有机会来到现场这里为你演唱歌曲。感谢我们的这个大哥的红包。那我想呢，唱了一首是一首很经典的华语歌。那这首歌曲呢，应该大家就是在这个年代的时候，我是蛮小的啦哈。差不多几岁的时候，那就听了这首《枫叶情》，一首很好听的歌，大家喜欢吗？你们看的好像有一点好像陌生的感觉，来，我们再次听一下大家的掌声，鼓励鼓励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我们想呢，其实呢，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听福建歌，所以呢，我就安排一首呢，这个曾经呢非常的受欢迎的一首王以琳小姐的歌。